性极大，那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你们自己的尺寸，放 S 号 M 号可以选 M 加，以前穿 S 号合身是可以的，那你可以斟酌你想舒服一点还是合身一点，它就是有一种小性感但又不会到太性感，然后它呢又是有袖子的，又可以收腰，又可以帮你们包收小腹，啾啾啾啾。后面的话其实是绑带啦，你想要绑多长多短，或者是你想要很紧都可以，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高弹性的，包括肚子包括屁股都是高弹的。另外的话有帮大家做腰线哦，腰线直接胸以下都是腿，这个红色其实不搭红色，它是有点橘红色，就是让我们好人好气色的颜色。长度的部分我身高是161公分哦，所以小个哥哥穿都没有什么任何问题。黑色就是显瘦，而且呢它的面料是那种棉质，那种 MIT 没错，料质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舒服的。这边我们都有帮大家抓皱，对，所以这边我刚刚说可以躺很多肉肉在你们中间，视觉效果，对，视觉帮大家收腹的感觉。没错，贞子巨人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